盘点那些童言无忌爆笑场面。叫姐姐，姐姐啊，叫阿姨，阿姨，叫妈妈，妈妈。你叫我妈，你爸同意不同意啊？同意。哎呦我的妈！阿姨，我爸爸不喜欢妈妈，要不你和我爸睡吧？我就该给。我操！成奖，我走，成奖。吴雨涵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？对，睫毛阿姨的屁股长到前面，没事了。在哪里？那是一个睡觉。神魂颠倒，迷恋着你神魂颠倒，是你踩碎我的解药，却都没。饭特煎卷。有事啊？有点饺子。你是不是又惹祸了？我把你酒瓶子好好搞砸了。咋的？爸，那下午你连记记录都给删了，连微信我都给你卸载了，老想给我妈看的。真的啊？真的。爸，我怕你以后不想给谁聊天，我把你聊天记录都给截屏了，都贴在手机里了。啊！你要成为孤儿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不是孤儿？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你快要成为光棍了。奶奶，你做的菜真好吃啊！好吃的多吃一点呗。奶奶累，越来年纪也大了，以后要去世了，想吃都吃不上了。妈，你别这么说。对，奶奶，你别这么说，你是不会死的。我妈经常说，你是老不死的。祝爷爷永远不死，活着；祝奶奶长寿不老；祝爸爸长寿不老；祝妈妈永远不死。小朋友你好可爱呀，这个送给你吧。木木，你太没礼貌了吧！阿姨送东西礼，你应该说什么？阿姨，我爸爸说想要加你的微信。给你报这个班又报那个班，你知道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吗？你自己也说过这个是投资啊。投资？那你告诉我回报是什么？回报？投资有风险，不知道啊。我妈妈像一个暴躁的老虎，我这么形容你妈的吗？你别笑。我有这么暴躁吗？实话实说。你就不能说我妈妈像一个公主，温柔大方漂亮？我老是有造句，没有造谣。哎呦我的妈！这阿姨到你家，你要她跟谁睡啊？你跟爸爸睡，然后你跟爷爷睡。我跟你爷爷睡，然后你妈妈呢？跟我睡。妈妈跟你睡？哦，我跟你爷爷睡。你这个阿姨跟你爸爸睡？喜欢姑姑，喜欢妈妈？喜欢姑姑。那以后买房给姑姑买还给妈妈买？给妈妈买。你不说喜欢姑，到底喜欢姑姑喜欢妈妈？喜欢姑姑。那买房呢？给妈妈买。你拉倒吧你！你每天趁我不睡着，你一个人就去大床睡去了，睡了一晚上，结果趁早上你又过来，你还像，你还算不算个妈妈了？妈，我有大姨、三姨、四姨和小姨，我为啥没有二姨？她是不是死了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我二姨是不是死了？我就是你二姨。二姨，感谢你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。那你现在告诉我，我妈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会讲话。
我一起去唐山吗？我有钱，还有钱哟。水开了能喝，门开了能喝吗？妈妈，我们同学家都是两个孩子，你就不能也给我生个妹妹吗？这事啊，等你爸回来了再说，得跟他商量商量。你不是说你是咱家老大吗？这件事还要跟他商量。那肯定了呀，这事必须他在家呀。你不能趁他不在家生一个吗？这样还能给他个惊喜。